刘强去无啦，受伤无啦，迄个爱母来上门抢我两三支，啊是犯鬼呢啊！笑诶，笑诶啊！人讲是半路咧认老爸，啊你是嘛啦？半路咧认老母，你叫我阿母？阿母，我阿贵啊呢？我煞毋知阮囝叫阿贵啊，阮囝阿贵啊，阮囝阿贵啊，才已经死啊！你甲讲，你。你阿白草都讲过一大堆呢，你讲什么？你少爷死呀？你规场好好伫遐，只叫做死呀？老子已经死呀，啊，怎么阁换倒转来？啊，我讲啦，你阿白草话讲过一大堆啦，啊你哦，你什么气度？你什么气度？讲，虽然我痴牛半路，我自小冤债，你叫我向主吗？阿母啊，你看起我阿母哦，卡成鬼鸡毛，我哪看过啊？你，我哪看到小猪哩啦？我跟你讲，我一世人都要滚啊，我绝对不可能，可是好歹你啦，看我惨惨。阿母啊，你别讲阿母啊，啊，别讲阿母啊，再见阿母啊，老母，亲妹妹。阿母啊，我要帮你走的啦。叫，你要帮我走安尼好。阿母啊，你安尼乌白叫白叫，到底当做啥？阿母，你食饭无？我斗阵你老爸去，我袂讲。我老爸死啊咧！死啊！死啊！这点阿伊死啊咧！一个五年前死，一个三年半前死。啊，你去死个啊！对。啊，迄个代志咧，你讲讲啊，做要创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你想我妈乌白叫哦，你斗甲你斗，惨无够死无了。阿贵啊！无啦。阿母啊，你袂讲这个呢？我讲咱爸细妹啊，安怎细妹到大妹，你再来一下，上上古老啊！哎哎，奇怪，你若对我的底细拢安尼啊知影？起来，你莫后面讲哦，规定哦，莫带路认老母，我跟你莫讲了啊，不要，像你这种的哦，你相信我？你阿贵，我管你比你都做人仔，恁阿母是马车风死的吗？快起来啦！哎，叫做马相公，无马相公，无马相公。我有通上吊吗？我讲，你不是一生只爱那尔？我真正来，你莫再说，给我滚蛋！我真正爱你啊！我来，看过你啊！你这个哦，唔才死囡仔啊！一直跟我搭讪，唔知有啥物心肝，啊，乌落无济啊！你哦，离我大少，别搞叫，我要甲伊告假。阿母啊！你无好钓，啊！我叫你放人，你放出来拍。啊！你就是人啊，放出来先解迄烟蒂吗？迄是我解用较用手呢，啊，袂先甲要人呕起来，甲囥盐呢。无你解腰酸呢？啊，算免啊，甲你滴。讲够凶的呢。少爷，啊，你做你讲人话吗？讲人话。我讲鬼话呢？不是啊，伊一个个性，你不是安尼啦。迄女人钓的，伊安尼叫白叫，我你欢喜呢？跟你讲，我是妈要改过自新，改过自新啊！我要做好人，做好人对。咱咧做一个善良的人，一个好心有好报，好心好报对。我跟你讲，你想给我送的钱，我差不多财产的一半，财产的一半，你给去哦，借钱给人。真的啦，借我善良人，真的哦，拢好因，拢好因。哎呀，这我要走啦，我排队排队，排队呀！哎呀，我走，这个钱够钱，这把钱要借钱啊！来，阿彪，要借钱上来这边来啦！借钱免理由，我起码分红啊！在赵富贵的身上，以后哦，我都爱替伊做一挂好代志，帮助这善良人。以后好心就有好报。啊，阮阿母啊，这种相信我就是阿贵啊。放心啦，人讲好事感动天，总有一天一定会认出，我就是会宝贝阿贵啊。